不是，什么？我一直在想你刚刚说的话。我想挽回去，并不是要证明我很重要，不是。我是真的不想那么早回去。平常上班下班，忙了一整天，我回到家什么烦恼都没有。可是到了星期天，我就惨。 我真是厌烦到极点，我无法在忍受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去评论谁是谁非。我走了，新兰。我送你回去，很方便的。我自己会回去。新兰，厂长，真的不用麻烦，谢谢你的点心，再见。新兰，这么晚了，我真的不放心你，你要回去，我送你。不用。 不行，我不放心。如果你真的不放心，当初怎么会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么多？你说什么？算了。不行，算了。你刚刚说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你懂的。我不懂。当初就是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没有说清楚，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。就算当初说清楚了，又怎么样？你还是一样会逼我办离婚的。我？ 我逼你办离婚？难道还是我逼你办离婚吗？对，当时就是你坚持要这么做的。这是你的离婚证书。他很坚持要这么做，我想我们就不要勉强他了。你看着办吧。他要房子我没答应，我早就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。凤姐。 我是这样的，我没有这么做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真的不是你的意思。不是。这是离婚证书，我很坚持，我儿子也很坚持，我想你们这段婚姻没有必要再挽回。不，梦琪她不会答应的。这就是她的意思，还要她当面告诉你吗？ 梦琪，不用找了，他到美国去了。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考完证书，其他的对他来说都不重要。这回去最起码要拿个硕士，说不定将来还能拿个博士。到时候，你觉得你还配得上他吗？你从来就看不起我，是不是？没错。 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我能容忍我儿子错一次，我不能容忍他错两次。既然我儿子已经向我认错了，我这个做母亲的当然要原谅他了。我想，你们的夫妻关系就到此结束吧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不，我不能答应。那就随便你了。反正这趟他去美国，我也不打算他回来了。 说不定他拿了绿卡，还会在那儿落地生根呢。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夫妻关系还能维持，那我也拿你没办法。你说是不是？我妈真的跟你这么说，真的跟你这么说，真的跟你这么说吗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 我一直认为是我，算了，都已经过去了，我真的要走了，希望。
如果你日子过得真的不是很好，一定要告诉我，至少我可以帮你。有困难的话，一定要来找我。思然，记得一定要来找我。小张吃晚饭了没有？嗯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其实啊，爸，让小刚他饿一下也是好的，这是教育他以后不要乱发脾气，在家没关系啊，出去谁让着他？小孩子嘛，你何必跟他计较嘞？你看，你看，还没发完脾气呢。小刚，真是。小刚，哎。爸啊，小刚没跑出来？没有啊，我看完新闻没听到小刚的声音，所以才出来问问呢。怎么小刚屋里没人啊？跟他没人，那他会到哪儿去啊？不会吧，我跟雅夫一直都在这儿，没看到他出去啊。小刚不会随便乱跑的。那他屋里其他地方都找了没有啊？都找过了。那你还站着干什么？你快去找啊。哦哦，老板多少钱啊？一百。哎，爸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行，我要去找找看啊。哎呀，不行了，你的脚还没完全好，根本不能多走路的。不要去了，雅夫去了。哎呀，去！爸，一个瞎眼的孩子能走得了多远？我跟你说，他瞎眼，小刚的眼睛看得见。Thank you.
小刚有没有回来？没有啊。哎，你有没有去找啊？这附近能找的地方我都已经找过了，没有人看见过他呀。这可怎么好啊？不要被别人拐走了吧？不会吧，小夫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太没有耐性了。我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都不要说了。亚夫，你再去找找看，找仔细点儿，附近邻居家去问问呐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也去找找看。哎呀，金兰回来怕不会急死啊。哎，我也去啊。老君，您的脚好多了。进来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小刚闯祸了？小刚不见了。不见了？什么意思？他人呢？他原来一直在屋里边的，后来我叫他吃东西，发现房间里面没有人。他上哪去了？不知道，这附近能找的地方我都已经找过了。进来，你听我说。进来。爸，爸，别急呀，进来。哎呀，怎么好？怎么好啊？哎呀，我这是，哎，怎么回来啊？回来，回来！哎，小心啊！爸，爸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舒服啊？爸。注意到小张让他跑出去，他一个人为什么会跑出去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没什么啊，他原来在屋子里面，我在外面忙。你每天都在忙啊，他也从来没有跑出去过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儿子，你就